来，咱们下面讲这个全局编，就全局编码过滤器啊。我新建一个项目对吗？项目我已经创建好，咱们是不是写一个这个啊？项目名就叫它了啊，全局的啊过滤器，全局编码过滤器啊。我要做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我有个页面啊，这页面我这样吧，咱们刚才是不是做一个页面了？那页面是不是要自动登录了？是不是？我把这个 login 咱们拿过来改不改吧啊？放到这儿 login 啊。来，我把这个右键咱们其他全给它关掉，就留这一个啊，干干净净的啊。登录这个我改不改吧啊？这玩意儿就不要了，看什么呢？用户名留着，密码不要了，这个也不要了，就留个提交啊。我是准备过滤编码，对不对？假如说这里面用户名我输入中文的，是不是？哎，那我是不是有注册、有登录好多页面啊？我是不是得有好多 servlet？ 假如说有好多 servlet， 我现在就写一个啊。来，右键我们新建一个叫 servlet 啊。com 名 ，com 点 it 黑马点 server let， 这里面就叫 login server let servlet 啊。完了，看一下，找个斜杠是不是？好了 ，login servlet 啊，这里面我是想获取用户名啊。想获取用户名是不是得写上最快的 set 去不点？不是 ，req 也不是 set 啊 ，set 叫 currently 是不是得写这玩意儿啊 ？utf 杠八对不对？utf 杠八是不是这么写同学们？那我咱们好多 servlet 是不是都用到它的时候，我们得很费劲是不是？我们怎么改进这个问题呢？哎，是把它放到一个过滤器里面去啊？好主意。这样来 ，req.st 点 get parameter， 咱们测试一下你们啊，来，这里面是不是这个取到 user name 对不对？哎 ，string 这是就 name 得了，输出。name， 把这个开球 x。我是不是创建一个过滤器啊？来，右键我新建一个 class， 放到这个 file 里面啊。来，怎么做？实现这个 FLTR 是不是 file 啊？哎，从 Ctrl 加一重写它的这个方法啊，这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别忘了，是不是强转呢？来叫 HTTP SERVLET 叫 REQEST 是不是 request 的 REQ 等于叫 REQEST 是不是这个？来同学们，保存一下，滚站起来，滚站起来听 REQ set carry 引数顶是不是这个？来 ，UTF 杠八，来，同学们，下面是第三步干什么呀？不放行啊？哎 ，CHA， 这个放行，看好不好用？来，配置一下，是不是？来。filter name 和哎 filter 叫 class， 来 filter mapping 是不是？这里面哎 filter name 和 ul filter 杠星，完事了。把这粘过来，可以了，对不对？来，我把这个部署一下啊，右键，就这一个是吧？重新启动啊，这个 F 二，还是 C， 好一下啊，
是这个，发明我来张三，是不是、啊？走，乱了吗？没乱，是不是好使了？我这个这里面是不是我没写这个解决乱码那个，对不对？是不是也好使了？因为他已经被他拦截了，是不是、啊？哎，给你过滤一下，兄弟们。现在他大家注意啊，我这一晚写完之后，是不是 request 是不是就他呀、啊？他是把它传到这个里面来了。哎，那这里面是不是 request 已经解决了问题了？能理解吧？问题是，又来了啊！我是赶着干的好不好使？回退，刷新，刷新刷新啊！我看改不改啊？查看源码，改了是不是？改了啊！那么这回还来啊？这里四吧，来走。是不是乱了？乱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啊？那咱们这里面是不是得哎取多个值，是不是得多次得六死运那种方式啊？是不是啊？那这个怎么做的？怎么整？解决问题第一种方式啊，你以后别写 get 好吧？哈哈哈哈哈，这不扯呢吗？是吧？那如果说对吗？那就是 get 方式题啊，比如咱们不让传值，是不是可能传好多值过来，对不对？那时候是不是肯定是 get 了？怎么办呢？你呀，听我说，解决办法是这样的啊，我们可不可以写一个通用的啊？就这个 pattern 是不是 ？pattern 既能解决 get， 又能解决 post。我这个是不是能解决 get 的方式post 的方式啊？对不对？啊，这是解决 post post 的方式的，是不是啊？啊，那么 get 的方式怎么办，同学们啊？我们还想用这个，听我说，我这边代码不变，我还是用 require get parameter， 是不是啊？我让他能把 get 的方式解决了，这种思想啊，你们学过？我还调这个 get parameter。那这方法呢，能把 get 的方式给我解决了。那么以后同学们是不是还有密码啊？我是不是用这个 PWD 吧 ？PWD， 听我说啊，我是不是还在这方法啊？哎，这方法把什么呢 ？get 方法 ，get 方式自动给我解决了。解决方式同学们，这里面咱们是不是用它原来那个 request 的方法？是不是原来那个 request 啊？我可不可以给它这个方法改了呢？我原来这个是不是原来这个 get parameter 的同学们，他是不是解决不了那个就是 get 方式乱码了？我给他重写，我就让他能改。我咱们实现方式有这么几种，第一，咱们是不是可以继承这个 request 啊？我继承它行不行？啊，重写它里面的这个 get parameter 方法，都重写的方法，那这么写好吗？你觉得？一般情况下，同学们。这是不是人提供的东西啊？对不对？你得非常的了解他写的东西，你写的东西非常能耐得住推敲，你再重写，是不是？一般我们重写需要重写啊？别重写啊。那么不重写怎么解决呢？哎，很好，咱们之前是不是解决方式同学们啊？咱们可以写个类，是不是增强原来那个类啊？怎么增强呢？一种是继承，但是这种继承不建议大家用啊，是不是啊？用什么呢？装饰模式，是不是学过这个？哎，我给一个 request 给它包装一下行不行？是不是啊？给它包装一下，装饰模式还记不记得那口诀啊？怎么做的？做一做来。我是不是想在里面把这个 request 给它包装一下，对不对？这句话我就不要了啊，我包装一下，我就让它解决这个乱码的问题，既是 post 又 get 都解决了，怎么办？我呀。我把这地方咱们倒腾啊，这地方就有点挤。好了，我下边在这写了啊，我就不写这一个类了，这你们看着方便是不是 ？Class， 是不是同学们？我干什么呢？写一个叫 my requested， 我的 request 行不行？那么我这块干什么呢？这是一个接口，对不对？啊，拿过来说
IMCL 是不是实现这个接口啊？实现这个接口，你们是不是得重新找方法？来，咱们装饰模式的口诀，你们说一下，兄弟们，我们要怎么的？哎，要实现与被包装类或者叫对象是不是、啊、相同的接口，是不是、啊？哎，我同学们，我是不是想包装它？其实再往底层，它相同接口是不是它呀？对不对？我想包装它，我就这么写，它就是一个接口啊。我一会儿它都不用了啊，它都不用了。第二步咱们干什么呢？定义一个与什么呢？哎，被包装类相同对象的引用，是不是、啊？第三步干什么呀？第三步是不是定义一个构造方法，是不是、啊？哎，把被包装对象什么的传过来，是不是、啊？第四步呢？哎，对于不需要，哎，需要。需要啊，不需要改写的方法，哎，直接用是不是、啊？直接调用，是不是、啊？那么对于这个需要。需要改写的方法是不是？写自己的方法，对不对？那这个第一步是完成了，下一步同学们，我是不是写个什么呢？写个字段，对不对？写个字段，这个字段是不是就是它呀？我是不是想包装它？包装它，这里面说 R E Q E S D 是不是这个？哎，然后是不是写个构造函数啊？public public 什么呀？是不是它呀？这里面是不是 this 我错了？是不是直接扔进来？说 this 点 request 等于 request， 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得重写里面方法啊？为什么不用它呢？这里面几十个我就忘了，不太多，不到一百个。来看一下，来看这些东西呗，这就一个一个方法是不是？那这里面是不是一个一个的调它原来的？你们就是不是把它都调一下，都调一下？很好，很好。咱们是不是写它很费劲？你说你都知道写个适配器，它能不知道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啊，我这撤销了半天是吧？看我屏幕啊，把这个咱就不要了啊。我跟你说，咱们 F4， 我点这个看没呢 ？F4， 看到它的子类没？它是不是时间内啊？叫 AP Solar 上有块 Wapper， 这不就适配器吗？是不是啊？来点一下，你看它是不是继承了这个，然后又实现了这个呀？是不是啊？那这肯定 C。咱们使用适配器是什么好处啊？哎 ，EXTNDS， 是不是继承它呀？保存，大家注意啊，这个类里面它没有无参的构造函数，也意味是不是有参的呀？只有有参的构造函数，你怎么办？是不是咱们就 create 拿去了？啊，导包是吧？导包啊，这样同学们，我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有参的了？我把它先删掉，同学们，我让你看一下啊，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把这个父类的无参构造函数显示的调用一下？也是不是我刚刚写的那句话里面写的 super 就完了，对不对？看我屏幕来，
是不是出来了？这跟我们刚才写是不是一样？就多个 software 呗，是不是？咱们在这次点儿 request 等于 request， 能解了？啊，那把这个拿上面去，这不就完事了吗？适配器模式是不是其他都不用重写了？你只需要关注什么呀？咱们是不是只要 override 你想要的方法就行了？来，是不是有个 get parameter？ 哎 ，buffer 哪去了 ？get parameter 啊，在这是不是啊？啊，我就把这个拿过来，就重写它就行了。我这里面干什么呢？听我说啊，我先蕊它闹来。咱不报错啊，是不是 override 过来的？来，同学们啊，我这么做，咱们首先是不是得到这个你输入的用户名啊？正常写，咱们这里面是不是这个传过来就 request 的，对不对？点 get parameter 是把内部扔进来，是不是？它访问值是不是就一个字符串？是不是？我就叫 name 啊。那么这个有可能怎么的呀？是不是乱码的呀？我在里面，同学们。咱们我就 return 怎么样？不是，先不 return 啊，我 new 一个 string， 是不是在里面处理一下？是不是 name 点 get best 在里面写什么呀 ？iso-8859-1， 然后逗号要转成什么呀？是不是啊？来。return 是不是 return 就行了？拆开，看到没？哎，我没有异常，是不是直接返回？有异常就返回闹呗，是不是啊？这就完了。听我说，这个是我这个是不是包装模式写完了？写完之后这边怎么办？我是不用它了，我传递谁呀？我在外边写吧。我是不是这个就叫 my request 啊？肯定 C 同学们，哎，肯定 C。我其实可以这么写啊，是不是 req 啊 ？req 是不是、啊、等于 new 一个我自己的东西行不行？给参数啊，那就得是 req 了。这不就是 request 吗？我是把这 request 传过来了。我给这主菜是不是包装了一下？我是不是传他呀、啊？传他，我给他包装一下，是不是又付给他了？这么写能不理解？他是父类，接收子类没问题吧？用父类的壳子接收子类的实话对象没问题吧 ？req 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这块是不是用到主菜啊？他用的是谁的？现在他这个主菜是不是被我包装后的主菜传过来了？是不是被我包装的主菜传过来，对不对？那么你说我这个能解决这个乱码、啊？来，同学们，我先把 pause 在咱们写上 ，QSE 保存。重新部署一下啊！我之前那个 folder 有问题没？看看来靠不靠谱？来搂一遍啊！回退。刷刷刷刷，来同学们啊，来走，这哎，张三是不是 ？pause 进行啊，我靠是500呢，控制什么情况？看看哪块儿？控制中吧。我把这个是传过来了。传过来就看一下啊，那死句，name 的 get parameter， 哎，我这个 name get parameter， 不是不管那啥。我重写的是这个 get parameter， 我这边是不是调的 get parameter？ 我传的是不是 username？ 那这个是不是叫 username？ 是吧？那应该对呀、啊。
重新来一遍，重新部署。哎呀，我重启一下的啊，重启一下。来，再来啊。嗯，武汉这鞋有问题没？我是不是 new 的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啊？把 IEQ 传过来，把它拿过来，然后包装一下。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方法？他。我调查是不是啊之类的自己方法，然后得到这个内幕，哪个？这个，这个没关系，没用它呀。啊对，他没有值是不是啊？就因为他，我调的是不是我包装后的这个取不着了，这能取着是吧？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对，被我包装后他能取到了，他取不着了。来，看看来，再来啊，刷新，是不是取到了？张三没问题啊，都搞定了，再来。看盖子啊，保存，来，我刷新，这有没有问题？盖子啊，回退一下，来刷新，看这个改不改啊？盖子对不对？盖子再写个李四来，执行，这没问题了，哎，这就解决了呗，是不是、啊？